杜广天的案子不要再查了，上面已经调查清楚了。前不久，日本人有一批绝密物资要运往战区，一路上是重兵押运，却没有料到啊，车队竟然在中途被劫，押运的人员全部被杀，现场惨不忍睹啊！现在。 日本人通过埋伏在军统内部的线人，已经调查清楚，这一次特大劫案正是军统所为，而杜广天其实早就被军统所收买了。透露这一次行动计划和运输路线的，就是杜广天。因为这一批绝密物资的运输和集结，全是振兴银行具体操办。案发以后，杜广天也许认为。 日本人早晚会查清此事，绝不会轻饶了他，所以惶惶不可终日，最后不得不畏罪自尽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这个案情非常明朗，你就别为这件事费心思了。你把这些文件拿回去好好看看吧。是。 号外！号外！特大新闻！振兴银行高管为军统重金收买，出卖重要机密，畏罪自尽喽！号外！号外！特大新闻！振兴银行高管为军统重金收买，出卖重要机密，畏罪自尽喽！莎莎，别太难过了。 国难当头，你父亲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也许是迫不得已。我不相信我父亲会自杀，我了解我父亲。莎莎，我在你出生之前就认识了你的父亲，应该说，比你更了解他。我也相信他绝对不会是一个懦夫。可是我们现在。 面对的是一场战争，一场超乎寻常、前所未有的残酷的战争。也许正是迫于这种形势的险恶，他才做出了这种抉择呢。怎么回事？莎莎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父亲这么做正是为了保护你。 你会怀疑他的勇气吗？你仔细想想，如果你父亲活着，日本人会放了他。他这么做，正因为是爱，为了他所爱的人能够平安的生活，他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 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他需要非凡的勇气啊！可是，一想到他甚至没有给我和我母亲留下只言片语，就这样仓促的离开了人世，我这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难过。我为你父亲的遭遇感到难过，可我现在更为你的健康感到担忧。 莎莎，你这样过度的悲伤会把自己身体搞坏的。我想，你也不希望你父亲在天之灵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吧？我知道。上海是个是非之地，不宜久留。我想，葬礼过后，你应该回香港来生活一段时间。 生活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这个我不能要吴伯伯。莎莎，你不能拒绝吴伯伯。吴伯伯说过，你永远是我的女儿。
陆军参谋本部送来紧急令。你。陆军参谋本部对运钞车被劫事件以及候鸟计划的推行工作高度重视，决定委派一名特派员以支持信阿院的工作。特派员近日抵达上海。支援？这分明是参谋本部对我工作能力的不信任。当初近卫首相成立新爱院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抑制参谋本部的独断专行。那么他们这么做得到首相的许可了吗？大总，已经得到近卫首相的认可。派谁来？具体人选参谋本部尚未下达任何指示。哦，大总，这是影子刚刚送来关于运钞车被劫的报告，请过目。吴先生，李主任请您过去商量点事儿。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放心吧。请。想见吴先生一面，可真是不容易啊。李主任有什么事情，不妨直说吧。前些日子，一些工商界人士给市政厅联名写信，竭力举荐吴先生出任振兴银行的行长。正好我也早有此意，所以今天我亲自出马，想请吴先生出山。不知道吴先生意下如何呀？多谢李主任的好意，行长之职，我恐怕难担此重任。这是为什么？一来我赋闲多时，深居浅出，对金融业的事情早已不闻不问；二来，实在是身体欠佳，多有不适，还请李主任原谅。一个不经意的决定，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，望吴先生深思啊。李主任不是在威胁我吗？李某是诚意相邀，我相信吴先生一定会认真考虑我的忠告。吴伯伯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没事。市政厅要我出任振兴银行行长。振兴银行？振兴银行前任行长前不久刚被军统刺杀了。我已经回绝他们了。那他们会不会找你麻烦呀？我决定了，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。去！老子他妈的今天没心情跳舞，要跳你自己跳。黄老板，你这两天心情可不怎么样，我们几个人可没人招你啊。就是啊，王老板，你不会是生那小白脸的气了吧？滚！滚滚！王老板，也给我滚！难得你这么每天来看我，不像别的男的那么朝三暮四的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老娘，陪王老板跳个舞，他都等你半天了，已经不高兴了。他不高兴关我什么事儿？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我去，我去，人家也得要啊。人家要的是我仙乐门舞厅的第一舞女茉莉小姐去陪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使小性啊。谁是小性了？我不去嘛。哎呦喂，
姑奶奶，算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大客户我要给搞丢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哎，求求你呀！哎呀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失陪了。王老板，我们舞厅的头牌茉莉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哦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吓唬我？我可不是在吓唬你。你有种来啊！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继续跳，继续跳舞，继续跳舞啊！小展，今后有什么计划没有？我想等我母亲的身体康复以后，我在香港开一家心理诊所。我在美国学的就是这个，而我们现在的国民对心理学了解的又很少。我希望我的心理诊所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。好啊，到时候我通知在香港的一些朋友，去帮你料理一下开办诊所所需要办理的一些事务。嗯，太好了。珊珊，明天什么时间的船？吴伯伯去送你。不必麻烦了，我跟吴飞约好了，他送我到码头。也好，你难得回来一次，和吴飞好好谈谈。两年不见，我觉得吴飞变了。你觉着吴飞都哪儿变了？他变得有点颓丧，甚至有点冷酷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就是觉得他没以前那么有热情了。当时我和你父亲约好，先送你出国留学，等小飞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，就把他送到美国和你会合。说实话，我是多么希望小飞也能够像你一样出国留学深造，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吴伯伯，你也别太为难他。再说吴飞他现在已经是租界内的知名私家侦探了。什么知名的私家侦探？吴飞是一些破案小说看多了，一心想当福尔摩斯，耍小聪明罢了。也许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吧。珊珊，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子，我希望你能够用你的聪慧和包容去劝劝小飞，好吗？报告石田大佐，华中派遣军总部特派员伊藤大佐到。哎呀，我倒是哪位特派员？原来是你，伊藤安二郎，我的老同学。我此次到这儿来不是陪你叙旧的，是协助你工作的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监军还跟过去一样，喜欢舞文弄墨。伊藤君也和过去一样，那么不苟言笑。一路上辛苦了，要不要稍事休整？冲泽，嘿，不必了。有几件重要的事情，我需要立刻了解详细情况。那好，我们坐下谈。
怎么样？几年不见，还好吗？就这样呗。怎么搬出来住了？人家看不上我这个私家侦探。你说吴伯伯？是啊，在他眼里，吴伯伟的儿子就应该是一个学贯中西、学以致用的栋梁之才，而怎么可以是一个只关注民间奸情和窃案的私家侦探呢？吴飞，我相信你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做一个私家侦探的，为什么不把你的想法跟吴伯伯好好谈谈呢？他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应该会理解你的想法。理解？如果他能理解的话，我还干嘛搬出来住？那他这么要求你，也是出于爱你啊。爱，没错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打着爱的旗帜，做出伤害人的事儿。吴伯伯他不会伤害你的。行了，莎莎，我们不谈这事儿了，行吗？好。吴飞。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。哦，是吗？宝贝儿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喝咖啡呀？哟，怪不得这几天都不理我了，原来是有美女相伴啊！啊、嗯？瞎说什么呀？你这大美女，天底下没人比得上你啊！你真是我的小宝贝儿，嗯，亲一下嘛。不亲就不亲。哥，我跟你说个正事儿，我现在是真有危险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你每天都要来保护我，上班下班来接我啊。哎，要不你今天就搬我那儿去得了啊？我不是说过了，你别胡闹了。这两天我很忙，哪有时间去陪你啊？可是我说的是真的。我要是死了的话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好，行行行。这位美女，你是谁啊？我叫茉莉，我是他未过门的媳妇儿。喂，想说什么呀？好了，不闹你了。你试试我头是不是有一点发烧啊？你呢？发烧就要去看病，这样才能好，懂不懂？好，只要有你陪我，我怎么样都行。哥，咱们就这么说好了，今天晚上我去找你，然后你送我去上班，好不好啊？那你们先聊。吴飞，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都因为桑尼啊？我是个私家侦探，三教九流的朋友都得罩着嘛。哎，你不是说明天要走吗？我明天会去送你的。这是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。提供这份报告的人是我们在上海最重要的合作者，代号叫影子。你真的相信这个叫杜广天的人把消息透露给军统，为什么没有留活口？你是在怀疑影子还是在怀疑我呀？前些日子我们向市政厅联合上书，请吴工出山就任振兴银行行长，可是我们听说被吴工一口拒绝了。我们还听说吴工打算离开上海。我确有此意。哎呀，不可啊，吴工万万不可离开上海啊。今天我们厚着脸皮再次登门打扰，就是前来恳请您留下来的。是啊，这件事情实在不行，道理大家都明白。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已经为国人所不耻，如果我要再去做汪精卫政府的银行行长，那会是什么结果？再说唐行长就因为和日本人有染，已经招来杀身之祸。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几位老友推我出山，岂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你真的不肯出山吗？我主意已定，各位不要再劝我了。兵者诡道也。影子终究是个中国人，我们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。影子是汪精卫政府中最优秀的秘密官员，兴亚院所制定的对华经济总策略候鸟计划就是由他来具体实施的。合作以来，影子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石将军，战争已经全面爆发，难道你仍然认为有必要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去开展什么隐蔽经济战吗？伊藤军久经沙场，骁勇善战，不会不知道一旦军备物资跟不上，整个军队就会寸步难行的道理吧。日本的财政支出军费就是首项，平常年份已经到了30%到50%，战争年代就更不用说了，现在居然到了惊人的80%。如此下去，帝国国内的经济将会被拖垮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战养战，用中国人的钱和中国人的物资来武装帝国的军队，从而赢得这场战争。所以就必须实行候鸟计划。缺乏资金和物资，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战争手段直接去掠夺，那岂不是更直接更简单吗？战争耗时耗力，流血牺牲之后未必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收获。经济战就不一样，我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缓缓地渗透，在国民政府还没明白发生什么事之前，他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。您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？何老先生此话怎讲？啊，吴公有所不知啊，近段时间日本人对何老先生软硬兼施，目的就是要收购他的厂子。何老当然是不肯了，但是时运不济啊，货是卖出去了，可款项却收不进来。再说前段时间向振兴银行贷款的事也因为唐行长的背刺所耽搁了，所以现在厂里是资金周转不灵，工人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可不，这两天厂里的工人又在闹事儿，何老先生是又气又急，茶饭不思啊。您要是再不答应，那我就给你跪下。何老先生，何老先生请起，你这么做我实在是承受不起，我承受不起呀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了。何老先生，哎呀，吴公啊，看在何老先生的面上，您就答应了吧。是啊是啊，还望您出于大局考虑，也念及多年朋友的情分，千万不要辜负了大家呀。何老先生请起，这件事容我再考虑考虑。爸爸，你说什么也没有用，我是绝对不会去美国的。去美国的事情是咱们吴家和你杜叔叔早就约好的，莎莎也一直在美国等着和你会合，我不允许你出尔反尔，不守诺言。可这是你和杜叔叔的约定，你当初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这像一个儿子和父亲说话的态度吗？你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，即便不愿意出国留学，也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，体面的工作，学以致用，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可你呢？为什么偏偏要去做一个只热衷于跟踪偷拍民间奸情的私家侦探呢？爸，你知道吗？这20年，我都是按照你的意愿去做，每一步路都是你设计好的。我不想在你的光环下生活着，我不想被别人介绍成为是吴伯伟的儿子。我要我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想成为第二个吴伯伟。我是为你安排了一切，那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儿子。我没有强求你变成我，我只是以我自己人生的经历告诉你，不要重复我曾经犯过的错误，
你为什么就不能体恤一个做父亲的一片苦心呢？我是无法体恤你的苦心，我让你失望了。我就是对跟踪偷拍、民间奸情感兴趣，我喜欢当一个私家侦探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站住！回去收拾东西，准备去美国。我说过了，我绝不会去美国的。可飞，如果你出了这个门，就不要再回来。不回就不回了。我想了解候鸟计划执行的情况。推行新币是候鸟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。我的计划是通过在占领区发行新币，把民众手中的旧币收入大日本帝国的囊中，再用这些旧币去国民党统治区套购物资，来武装帝国的军队。现在新币兑换旧币的工作已经展开，虽然是有些阻力，但是影子会通过金融的手段把计划向前推进。既然上海已经在王精卫的政府控制之下，那为什么不干脆用强制的手段明令禁止旧币的流通？那不过是颁布一纸法定的简单工作，怎么到了池田军的手上就变得难上加难了？伊藤君，不要忘了，上海还有租界，那不归王精卫管。英国和美国在租界里有着强大的金融势力，而蒋介石的旧币在老百姓当中有非常高的信誉度。租界里的外国银行，他们拒绝接受新币，而出于爱国，老百姓也排斥新币。我们现在跟英美还没有宣战，你总不能把你的军队开到租界去镇压外国银行吧？不管怎么说，此次运钞车被劫事件使帝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，你必须尽快地挽回损失。损失倒是在其次，我倒是担心国民党发现了这么多旧币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，这才是令人担忧的事。谨小慎微是你最大的优点，但也正是这一点束缚了你的手脚。据我所知，随车押运的候鸟计划的副本已经被炸了，只要国民党对我们的整个计划仍然一无所知，候鸟计划就可以顺利推进。我觉得杜叔叔的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你的意思是日本人干的？很有可能，只是现在我没有证据。有证据又能怎么样啊？你能查到日本人头上去吗？再说了，巡捕房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。行了，别提这事儿了，说的心里烦，给我换口。哎，那个杜小姐明天就要走是吧？嗯。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啊？没事，杜小姐还不错。是不错。穆飞，把桑尼忘了吧。自从桑尼走了以后，你就完全变了。你变得玩世不恭，甚至有点堕落，整天跟舞女混在一块儿。我知道你这都是逢场作戏，自我麻痹，其实你心里根本忘不了桑尼。不过你要小心了，如果莫莉真的爱上你，那麻烦就大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都明白。我只是把她当成妹妹。我走了啊。想跟你请个假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感冒。
要不要紧？要不要帮你请个大夫？不用，回去睡一觉就好了。也好，那就回去早点休息啊。喂，什么？哦，你等一下，金经理电话。喂，喂，说什么呢？去你妈的！一个常客喝醉了，打人发酒疯。放心，放心，没事，行。快点，来，行。来来来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见过李医生吗？李医生啊，来倒是来过了，不过早就离开了。那你这回去哪儿？他去哪儿了？他当然是去茉莉的住处了。啊，谢谢啊。茉莉。进来丽都公寓，茉莉被人杀了。听说这公寓里又出事了是吧？好像有个叫茉莉的，好像前晚被人杀了。胸口的刀伤很深，就这一刀让他致了命。刚才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，从尸斑的特征来看，死者的死亡时间距现在应该不足两个小时。不足两个小时，现在刚过晚上十二点，也就是说茉莉死亡的时间应该是晚上十点左右。现场一片狼藉，有打斗过的痕迹，尸体的旁边有一个血染的细泥，是男人的指纹。窗台这儿有半个血鞋印，可是在现场并没有找到凶器。朱雀银楼，珠宝盒里的珠宝都不见了。此外，橱柜有被翻动过的痕迹，梳妆台上所有的珠宝都失窃了。死者的女仆也不知去向。第一个发现死人的是谁？舞厅的经理
金磊和一名医生。是你们俩报的案吗？是是是。说说怎么回事吧。哦，茉莉小姐这两天偶感风寒，一直在咳嗽，到了晚上实在是支持不住了，就向我告假。我当即就让她赶紧回家，还嘱咐她要好好休息。她走了之后，我想来想去的不放心。不瞒您说，茉莉小姐可是我们舞厅的台柱子。他要是真病个三天五天的，对我们舞厅那有很大的影响啊！我就连夜去请了大夫，想一起来看看茉莉小姐。谁成想，您准……茉莉离开舞厅是什么时候啊？哦，她向我告假的时候，我看了表，是九点整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尸体的？这个，大概11点左右，当时我们没注意看表。啊，大哥，茉莉在舞厅的人际关系怎么样？你想想，她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？长官，做舞女这行，最怕的就是得罪人呐。到舞厅里来，那不管是南来的、北往的，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老的、少的，那到了舞厅，那就是我们的客人呐，是我们的客人，那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。而且现在这个社会，谁有什么根基，谁有什么背景，我们都不知道的呀。哎，茉莉小姐在这方面，那真是深谙此道啊。她为人处事那是八面玲珑，滴水不漏啊。要说我的舞厅里面，小姐这个最不会得罪人的，那就是茉莉小姐了。啊，两位长官，您看这个时间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可以先走啊？行吧，你们走吧。啊，行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来，等等。二猴哥的伤是怎么回事？哦，猫抓的，这个破猫，回去我就扔了它。走吧。这些人当中呢，那有做生意的，有文人墨客，有帮派老大，还有政界官员呢。这个不是难免得罪人吗？我们有的时候对这个差一点，有的时候对那个好一点，这什么时候得罪了什么人，谁知道啊？是啊，干我们这行的差不多在刀尖上讨生活，那些有钱有势的哪个会把一个舞女当回事儿啊？还不是想欺负就欺负，想杀就杀的。茉莉之前一段时间里都结交了些什么样的朋友？最近一段日子以来，茉莉姐一直跟一个姓王的老板在一起。这个王老板好像是做贸易的，特别有钱，每次他一过来都是一掷千金的。不过这些日子他们好像闹了点别扭，吵得可厉害了。啊，就是那个写书的书生，这段时间呀，茉莉姐是天天陪着那个书生，对王老板是爱理不理的。那个王老板呀，因为这事儿差点没气得吐血呢。这种事儿谁说得清楚啊？再说了，我们不都每天盯着自己的生意吗？哪有心思去管别人的闲事儿啊？哎，三位，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啊。你怎么来了？
朱雀营楼你没去啊？我正好想去，忽然想起来了，你今天不是说送人家杜小姐吗？所以我过来替你。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我料事如神嘛，我就知道你一般把什么事儿都忘了。再说了，这又是茉莉的案子，好歹人家生前对你有点意思嘛。行行，别闹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帮我去送一下莎莎啊。我啊，这不太好吧？嘿，有什么不太好的？帮个忙啊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哎，那你记住了啊，你这边完事马上去朱雀银楼，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行，谢了啊，兄弟啊。好啊，请坐。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啊。哦，是吴侦探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我一定配合。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件首饰的买主是谁。一般来说，只要是大件买卖啊，本店都会有记录。请吴先生稍等一下。好。有了，嗯，这首饰是前天卖出的，买主叫王忠任。王忠任，你的眼像黑夜入迷，不知不觉迷失在夜里。飘忽不定如谜，谁能猜透你身后的孤寂？你的发像一天叹息，不知不觉就站这雨里。你的眉宇说还手如谜，谁能温暖你藏的孤寂？哪怕全世界都可以忘记，只要在我怀里有一点点暖意，拥着你，哪怕全世界有一天失去，心甘情愿沉醉。